我们一六班的小朋友一起去他们工作室里面参观。首先，他的工作室里啊有些什么声响？我们一起去听听看，请你猜一猜这是什么工具的声音？第一个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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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大家这是什么工具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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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什么？你来说。锤子。哦，很好，这是一个锤子。那你能跟我一起来把这个锤子的声音啊模仿一下？首先，请我们小朋友来看一下它的节奏。1、2、1。Yeah.
来说。工程师。工程师，具体一点呢？我们学过铁匠花儿，是不是？那么通过这个铁匠，我们来说看这个小熊它是做什么？你来说。修东西。修东西的，它是跟什么有关？你来说。木匠。它是一位木匠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小熊来学一学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快乐的小木匠》。首先，请我们小朋友先听一听，说说你听到了谁的声音？他开始啊唱什么？这个音
熊说，他是一个快乐的小木匠，他是一个快乐的小木匠。小熊说，他是一个快乐的小木匠。我们再听一下他是怎么唱的啊？我是快乐的小木匠，小木匠。小木匠。
试一试，你来，一大一级。
排好啊，就是一行行，叫做木条排成一行行，一行行。木条排成一行一行行。记住，木条是排列排好的，木条排成一行行，一行行。木条排成一行行一行行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一遍，木板是堆成的。
跟他说，快乐。哎呀，那快乐的！如果你觉得，哎，我的近视不出来，那肯定我还是想画的这个，就出来了啊。请坐，它是一个非常有力而且非常快乐的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，声音呀，你要有弹性，要饱满一点。喳喳喳喳，宝宝飞，宝宝飞，稍微有点力气，我们再来听你的音乐试看。
一起。
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我们去体验了一次小木工的之旅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跟小熊学习了这首歌。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小朋友，我们完成的任务非常好，我们的家具非常漂亮。那我也希望通过这一天的劳动之旅，我们的小朋友啊，也能跟小熊一样的勤劳爱劳。